大家好，这里是神铁站的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更新了新的工作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份工作呢是工厂相关的工作，然后雇佣形式呢是正社员的雇佣形式，工作地点呢是在东京都的板桥区，工作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，然后工资给予呢是17万到22万，日语的话日潮绘画也可以，其他没有特别的要求。我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过来参加说明会，然后这边的说明会呢是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上午11点，周二周四周六周日下午2点，然后说明会的当天呢大概有20多家会社，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会社，然后拿黄色的面试券，然后如果是当天面试的话也可以拿到一张蓝色的餐券，然后餐券呢可以在公司的一楼进行免费就餐。我们如果还有其他感兴趣的会社可以直接来说明会现场了解，然后公司这边的电话呢是03-6206-8058。